我们家蓝枪说对面落手是带链。哎呦我天哪，好好啊，哈哈，哎呦天哪，一个人咱不怕啊。那我得好好跟你来一把了，小戴啊，小戴。看他走位啊，且随疾风前行，平 A， 平 A 接冻风，接平 A， 接后拉，接平 A， 戳一刀 A 一下，一过来一 Q 耳链，接平 A 吃药，平 A 走位，平 A 戳往前走，平 A 中风点炎，再 A 一刀，一 Q 耳链，就这水平。哎呀，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，没什么，你确定吗？简直是愈战愈烈，没什么东西啊。闪现躲风不就打过了，他如果闪现躲风刚才他就不可能再跟我打。就如果他那么早闪现躲风的话他就不能打了，我们不白赚一闪现吗？哪有那么放闪现的呀？再说没有，三级了，小心点啊！中风，我先不上了啊。走位中风，哎，走位不错啊，小耗了我一波血，这波是不能一直拼的啊，我们就把他当成小带来打这一把啊。一 Q 耳链，一上来戳一刀，一 Q 耳链，中风，中风。一上来戳一刀，往回走，马上升六啊，而且他没什么蓝了，点燃中风，一 A 戳一走，
这波死死就死吧。他把我那个风给我拉断了，要不然我就直接就接大了，我大没接上来，拉的有点快，直接八百。亏咱肯定是不亏，就是他给我换了，其实也不太好。可以啊，卢仙。戳 ，EQ 耳链平 A 接 E 接 A，EQ 接平 A，E 过来戳一刀，闪现，中风接大招 ，E 过来戳一下 A E 平 A 平 A 戳，没闪出来，有点瑕疵啊！刚才这一波应该闪现躲他 E。应该闪现躲 E 没躲掉，正常闪现躲 E 的话血量会更稳一点，知道吗？而且能让他拉不到我，断他节奏。中风不打了，这边他有大，我们没有大，直接回家。我就稳着点打，今天跟他，我也不狼啊，我一点也不狼。他没大，他有大，戳一刀，一上来 A 接戳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一出耳链，一过来接大招，接戳。吃药 Q 闪平 A， 平 A 直接平 A， 一直平 A， 点炎中风，我也不让他走，我点炎就套了，省着打不死。我也那风我都不放了，我怕空，只要我不放他就不会空。这也不行啊，挖掘给回家了，来个攻速吧。我一发现这也不小带，算了吧，随便玩吧。但是好像队友不是很顺啊，让我们来看看这卡莎能不能杀。
来石头人，来石头人，来石头人，你慢点搭呀，你搭那么快，戳 A 平 A 一扣耳链，接平 A 接平 A 接中风，吃我塔皮，让他吃没关系，他吃我塔皮，我们吃人头，有个兄弟说那落手啊，一级为啥要怕牙锁，你我给你换算一下啊，猴一级能打得过落手啊，然后猴打不过牙锁，所以落手一级打不过牙锁，但前提这路牙锁得一级那个扣都得中，空了不行，再回家，呀算了吧，都蓝剑卖了，差这么多钱，我以为够了呢，这邓公有点贵呀、啊、这邓公打个红 buff 去，亚索一级真的挺厉害的，他技能吸地快，而且他叠征服者快，他那个能重置普攻，这波我们也去走一波，戳 E 戳 A 戳平 A 中风接大招 W 戳 E 过来闪现平 A 戳一刀再戳，人有点多没事 ADC 死了啊，这个落手确实不一般，我只能说啊、嗯、确实不一般，但要被称之为小带他还不太重，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吧，嗯。我被谁瞎当了？我被洛克萨斯之手瞎当了，控制有点多，我盾弓都把我瞎当了。这波我估计这个挖掘给可能要过来啊，可以
为啥直接挖走了呀？应该有红 buff 啊，我瞅眼。我感觉这波红 buff 我们拿可能会死，所以我决定不拿了。日女儿过来了，要日女儿没过来，这波我这红 buff 可以试一试。有人来了就算了，不要了，打个峡谷来。直接大坦其实都可以啊、嗯。好大！把落手杀了啊！这波能打个三换二，我没想到。没办法，我这只能接，兄弟们，没办法，嗯，只能接。你看这种还行啊，二换五可以接受。死了就死了吧，我们没办法。谁让我们是上路 AD 英雄？谁让我们是上路近战的？我不冲谁冲？跳弹，可以杀的日女儿 Q 他，杀了个日女儿。这个洛克丧尸之手在上路啊，惨成这个样子，他十一级，嗯。他还是拿到了462的战绩，你们应该就能明白，这个洛克丧尸之手他不一般，只是他遇到了我。打不完就挡住，撤，扫人儿，啊，扫人儿，挡一会儿。来团，中锋，先把塔拔了，戳 A 一走。接中锋 W 戳点炎再戳平 A， 没事，我们这有盾弓。等一下啊，对面的杰他们都没上，这个杰在找机会。我没法跟他打呀，我也打不过他呀。你们为什么不推下路呢？你这
撤一手。那卢仙估计就够呛了啊，这卢仙。中锋接大招 ，A 戳。这波好像要没呀，大龙没了呀。嗯，兄弟们，这大龙不丢了吗？能丢不？他们不打大龙就翻不了盘，没事啊。只要对面不打大龙就行。他们打小龙就没啥问题，打大龙薛伟会有点难受啊。呀？稳一点，推一波走啊，推一波就走。我们主要是卢仙被人给拉了，这波我们可以来一波大龙啊，来大龙逼团了，因为对面中路已经掉了，直接打，我们打的老快了。风不要往右边吹，因为对面根本不知道我们在打大龙，如果风往右边吹，上面有眼看见了，那么这波大龙有可能对面会来防守，知道吗？真能跑啊。哎，不追了不追了，石头人不追了啊，这追了就没有意义。走。直接推基地啊！这干啥呀？这落手疯了是吧？真当自己无敌呀？拿俩人头找不着北了，直接拿下。不要墨迹，直接拿下，不给他一点点机会，你没有机会在我这里。